椒面。水烧开以后放面条，面条根据自己每个人想吃多少的量来定。第一次水开以后，再适量加一些冷水，这样子煮出来的面会更有嚼劲。水开了以后，可以加一些生菜。多放一个小时，随便能吃。对，绿叶菜都可以，生菜或者菠菜、豆苗都可以。煮进去一般放多久？煮多久？生菜一分钟水开就好。把菜放进去以后，两分钟就可以起锅，然后把汤浇在调料碗里，先一定要加点汤在调料碗里。